我们被女巫包围了。你停车啊，不能停车啊。大家好，彪彪。阿行，我们现在在昌都市的定青县，海拔3900多，天气一样的冷，早上也是不愿意起床。但是我们今天呢，要沿着317继续往昌都市的方向前进。昌都市的定青县呢，是穷文化的发源地。再往前走呢，是有一个叫内乌齐的小镇。等一下我们去那儿加点水，那儿的水质会比较好，不是天然的矿泉水。千军万马儿独身闯，一身是胆好儿郎。儿女情千世长，你的笑活着怎么忘？没人泪断人肠。我们现在到内乌齐县了。内乌齐县呢，是西藏的小瑞士，还是昌都市的后花园。但我们不在这儿过多停留了，去昌都市内还有一个半小时就差不多了。这便是两三行，写在三里处的路上，若还能打着伞坐在你的身旁。我们在国道214上找了一个停车位休息了一下，很漂亮啊。有小溪，有草地，有树木，有高山，还有雪山、蓝天、牦牛。明显的好渺小啊，在大牛门面前。哎，你想住这里不？我们过去看一看吧，那个房子那里。住这里没有甜蜜蜜啊。我们走到最高处了。哎，好多的牦牛，我们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么多的牦牛哈。哇，这对面也好美啊。是吧？哇。太震撼了。感觉自己好渺小呀。这是牛吗？是。这怎么像一只小熊呢？好小啊。没事，我不攻击你。怎么有个蹲地道呢？哦，这边有洞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它走逃的吗？呀，别害怕呀。你好呀。好像是姐俩，姐弟俩。你几岁了，小朋友？你几岁了？害羞了。你们生活在这儿好美好啊，好漂亮呀。啊，这里真好。您都是藏族是吧？哦，我们是东北的辽宁，您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是吧？啊，是在做饭吗？还是哦，不是，这是做那个栅栏是不？这是家在地里的面。就是地里面固定的。牛一个一个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它就不会乱走。哦，不会乱走。哦，这你自己搭建的。哦，好厉害呀。这是您孩子啊？两个孩子，两个孩子，好可爱，害羞呢。好穿吗？害羞，好不好穿？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谢谢谢谢。我们就经过，对，我们路过过来打扰您了，打扰您了。嗯，因为我没有带糖果，对对，我本来有糖果的，但是嗯，我们家里在下面，家就在下面。那过来是要徒步过来，还是要有车，还摩托呀？那上面有拖拉机。啊，有拖拉机哦，我看到车印了都。哦，这是车印子。啊，今天刚刚这里刚搞来的。啊，刚刚过来。哦，是不是太冷了？就是有点冷。有点冷。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哦，就是。这平时那暖和点的话可以住人是不？有炉子的，有炉子可以烧火。哦，对。嗯，挺好的，挺好。我们从没见过，能参观一下吗？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围着炉子，这就是这边不是住的哦，暂时没住人。对，哦，可以喝茶，吃点东西，啊，挺好的。这边烧烧火，是您自己做的，太厉害了。哎呀，这是他自己盖的房子啊。好不好唱？不用，不打扰，扎西德勒，打扰您了。拜拜，谢谢。现在我们就走了。藏族大哥太热情了，是好几次要我们喝茶不，我们觉得不太好意思，我们就离开了。哎呀，我为什么没带糖果呢？下次带着吧。嗯，哎，住在这里边，好惬意，诗情画意的感觉啊。不过他们不是住在这儿的，平时放牛，那间房子用来喝茶和休息用的。对，放牛就开拖拉机，这边有折印，上来。他们住在下面。对。住在。就是他们是几家，每一家呢有20-30头牦牛，嗯，很富有啊，可以天天吃牛肉啊，看自己养的牛也不舍得了，白脸的，你看，小朋友在喊再见呀，再见呀，啊，
看，好可爱的朋友。现在海拔是4200，我们徒步过去得有不到2公里。嗯，跟小朋友们道别了。对，但是没要钱的。之前好多视频告诉我们说，拍人家牦牛是要钱的，踩人家草坪是要钱的。其实应该是极个别的那种现象哈。对，所以不能用个例当百例。是，现在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车上，继续前行。214，最去唱都市，和甜蜜蜜。我们刚刚从苏九赖山隧道出来，这个隧道呢全长是4600米，它的海拔高度呢已经达到了接近4300了。所以当初修这条隧道的时候多么艰苦啊，能想象到，它属于317最危险的一段路了。当时修这个隧道的时候是花了4年的时间，到2019年的9月才完工，总投资已经达到了8.84亿，向筑路工人致敬，太优秀了。谁来为我画这路上场？若我能死在你身旁，也不枉来一世走这趟。现在到昌都市内了，昌都市还挺繁华的。目前车就停在这座大桥的下面，这是一座小桥，一个当地大哥给我们指引的。昌都市很特别呀，你看，它是在上侧吧，还有房子，在桥的下侧呢，还是有人家，它是分上下两层，而且那边是317的道路，临街边是细长条的这么一个城市，所以呢，超级不好停车。我们在这儿找了一个停车位真的很不容易啊，而且那块就是那个卫生间了。太好了，新哥到现在还没吃饭呢，我们先去吃饭吧。好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已经下午4:30了吧。出去吃太远了，冰冰决定给我做饭。给新哥做了两个菜，一个是西红柿炒鸡蛋，一个是炒肉丁，好吃吗？碗您怎么不用呢？冰冰做的饭啊实在是吃不动了，出来找点好吃的。这是昌都最繁华的地方了，应该是。你的厨艺水平怎么不稳定呢？我实在是吃不动了。现在来到了最大的广场上，在咱们昌都茶马广场。哇，这人流我们好久没有见到了。在这儿吃点什么好吃的吧。新哥对我的厨艺现在可不满意了，给大家看看大昌都市，真的很棒。昌都市这地理位置绝了，横断山脉，三江并流。你哪三江？金沙江、怒江和澜沧江。答对了，恭喜你啊！它是川藏线还有滇藏线必经之路，也是以前茶马古道的重要的地方。我觉得这个购物广场最特别的就是大山下，你看啊，对。哎，但昌都市啊，西临着西藏的林芝嘛，南临着云南，它东临着四川，北临着青海，所以这个地段绝了。您想好啊？不录了，不录了，要买。我们潇洒回来了，发现我们被牛给堵住了。那小牛，妹妹，看这条路呢，就这么窄，我们车要出来的话，你们能不能给让个地儿？我们也不走啊，对面就是河，大江大河呀。回家了，睡觉了，大家也晚安了。冰心自由行，祝你好心情，感谢你们点注关赞哟。